通飛咧就入唔到美食嗰個位置嘅，咁就要加多25蚊追加套票。呢個位置咧係要加多25蚊先可以入嚟嘅，就好多試食。即煮即食。188蚊一隻，皇帝蟹240蚊一隻，即買即食，打開佢就食得噶啦。而家翻屋企食得噶，唔好用保温袋，咁啊咁嘅。生嘅，系生嘅。咁一個有幾重嘅喎？一個有剩咗啦，呢個係1.86。日本話嘅，有興趣可以賭俾你試。會議室或者係講解介紹。嗰啲食品嘅，我哋呢边有个星级厨房，可能现场示范噶啦。介绍系呢一扎厨师。少得呢啲火腿啦，一份份切好曬，有好多隻，36個月，呢一隻咧係60個月嘅。較為少有。自己試一下先，呢啲就切咗出嚟買嘅，好多人圍住買。即煮即食。兩仔28。
牛柳粒38，豬肉丸28，飲嘅酒都可以咁夢幻嘅，好似盞燈一樣。呢、這個 display 又好靚。海道雷电蜜瓜180，冇啦，买剩呢几个啦，冇晒。$250就系三样。系啦。白凤土$101，两个。呢啲系$100一个。山里园金土180，买够两个。呢条街专系食甜品嘅，鲜果雪条，好多种类，哇！真系难以落手选择边一条最好食。这个壶呢很特别，各式各样，我们调茶调酒都啱使。堆都賣本身飲品嘅，有呢度有好多靚餅賣，仲有細路仔最中意嘅糖果。